你旁边是谁？哎，凯凯，哎，他们哥正大，那这样子他们是可以同框的吗？然后我就现在就马上下线，然后就留一团问号的。为什么没有滤镜？这里，哎，对不对？一进来没滤镜，很赤裸哈。真的。你旁边是谁？哎，这么晚了。哎，凯凯。哎，他们哥正大。哎，他们现在是，你这样子他们是可以同框的吗？然后我就现在就马上下线，然后就留一团问号的。可以。哎，我好久没看到柯震东，你想不想我？你说。好久不见，想不想我？还可以啊。我们说好不分离的啊，要一直一直在一起，不是吗？哎，哇，这个不要很敏感的。你说小时代。啊？我们说好不分离的。什么？他说说好不分离。哎，我太想你了啦。太想你了。好啦，你们在那个，你们在那个，我们先忙一下。你们在分这场合哦。啊？怎么不揪？哎，欸，我已婚就不揪了。没有林珊不来，我干嘛揪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啊，我们讲嘛，我把杂货也一挂不，哈，嗯。好了，好了，你们拍你们新的那个戏顺利，机身嘛。对对。怎么没找我呢？导演。我也是机筒啊。你要，你记得。好了，人家再见喽。好多人开始追踪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